主料玉米肠400克，辅料盐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一大玉米肠，肠放入微波碗内待用，每一根肠上用刀划两刀，画好口的肠的样子，把装的肠的微波碗放入微波炉里，蓄力高火3分钟，叮，烤完了，怎么样，好吃又美味。烹饪技巧一，烤肠一定要画口子，要不然微波的时候容易爆响。二，微波时间要根据肠的根数自动调节，一般一根肠一分钟。一次累加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